对，松就是松山的摄影师嘛？不是，我是全场的活动摄影师。对，就是那个金明姐找来的。哎，对对对，没错。那等一下麻烦你一件事情，就是等一下帮我找时间，在还没颁奖，在最好在早上以前 ，OK， 帮我把桌上的奖牌拍一些特写。桌上的奖牌，我奖牌在哦，你说哦，奖杯那些的，对 对, 對，帮我拍特写那些。好好好，没问题。就是类似一个一个一个吗？还是全？没有没有，就是一个全部，然后跟几个特写这样子就好。好好好，没问题，麻烦，谢谢，谢谢。哎呀。